狼有屠人或肉龟，日以暮，抓一狼来，看单上肉，似甚垂涎，随屠尾行数里，屠去，视之以刃，少却，即走。又从之，屠司狼所欲者肉，不如悬珠树而早取之，遂勾肉，桥足挂树间，是以空淡，狼乃止，屠归。媚爽往取肉，遥望树上悬巨物，四人亦死状，大骇，逡巡尽视，则死狼也。仰首细审，见狼口中含肉，钩刺狼颚，如鱼吞耳。食狼皮价昂，直食鱼筋，屠小欲焉，缘木求鱼，狼则离之，是可笑也。一屠晚归，丹中肉尽，只剩骨，屠欲两狼坠行甚远，屠去，头以骨，一狼得骨止，一狼又从复投之，后狼止而前狼又止，骨已尽，而两狼并趋如故。屠大窘，恐前后受其敌，故也有麦长，长主以心击其中，山壁成丘，屠乃奔以其下，持单带刀，狼不敢前，单单相向，少时一狼进去，其一犬坐于前，久之目似明，一侠甚，屠抱起，以刀劈狼首，又数刀避之，转世击心后，一狼动其中，一将遂入以攻其后也，身已半入，露其尾，屠自后断其骨，亦避之，方悟前狼假寐，盖以诱敌，狼亦侠矣，而顷刻两毙，禽兽之变诈几何哉，只增笑耳。一屠目行，为狼所逼，道旁有夜耕者所宜行事，奔入伏焉，狼自山中探爪入，屠即捉之，令出不去，但思无计可以死之，唯有小刀不盈寸，遂割破狼爪下皮，以吹矢之法吹之，极力吹移时，觉狼不甚动，放腹以待，出世则狼胀如牛，骨直不能屈，口张不得合，遂复之以归。非屠，乌能作此谋也。三世皆出于屠，则屠人之残，杀狼亦可用也。